另外有一次，我跟沙家教的教主达钦仁波切一起做护摩，在西雅图雷藏寺。有谁参加了？沙家教的教主就是花教的教主达钦仁波切一起做护摩。我那时候的护摩乳用很大的护摩乳，跟沙家教的教主一起做护摩，很早啦，那很早，那没有几个人，很早很早的事情。那时是做什么护摩？联姻主持的，上师主持的，根本上师跟佛我坐在后面加持。那要问莲英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护摩。总之啊，人都是很健忘的，都会忘掉耶，奇怪。忘了也好，因为啊，忘掉啊，就会到最后就会达到无念啊，没有念头啊，你什么都忘掉，烦恼也忘掉，什么都忘掉最好啊，你何必把它放在身上呢？放在身上是折磨自己啊，什么都忘了。这个就是恩怨一笔勾，全部勾除。在那忘掉的那一刻，它的光就会显现出来。你融入了光，就成就了。密教讲的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是修道，是修行，是修道。再来呢，就是见道，就叫开悟了。开悟了以后怎么样？就融道，也称为合道了。就跟融，你开悟了以后就要融入这个道，叫做合道。最后呢，才是正道。你证明了道，这四个次第：修道、见道、合道、正道，四个次第啊，非常重要的啊。